就是马路，以前给马来走的地方，有没有走过？不是人路啊，马路。 你们像是一条街啦，OK， 每一个建筑里面都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花纹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原来来讲呢，应该是一个最古老的，在12世纪好了，当时呢是日耳曼的遗址，后来呢经过城大火以后把它烧掉，烧掉以后呢重建，所以呢这个区里面呢在重建这个年代啦，从中世纪呢到巴洛。 非常好，不要拍得太紧，你不要太大。哎，小伟啊，我过来了。啊，导游请带上。 开启了有光雕，OK，好，对吧？小台阶哈，你们看到小学就是小台阶，好吧？小台阶，小台阶。 要的时间大概20分钟了，好吧。然后呢，沿途上呢，你会看到很多雕像的，然后呢，桥的中间呢，左边有个雕像，很多海豚是波的，它是个很小的，那很多船就摸它以后呢，它会跑。OK 哈，慢慢就会去摸哈。我们在哪里看到呢？走到桥的最尽头，左边就有一个铜像，很威猛的这个铜像。这个铜像是谁呢？查理四世。 OK， 你们今天要看得到部分东西呢，就是查理四世，包括的东欧的第一所大学呢，就是他当时呢，他当天小来见的，好吧？好了，还有呢，你们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走到桥的中间，然后往这个方向看，然后你会看得到呢，上面的城堡，你们今天呢，上去的城堡要拍的漂亮的。 Greatest achievements are establishing university.
好吧，来，我们慢慢走过去哈。皇帝桥。Thank you.